大家好，我是名人钟表的阿婷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宝珀的维纳女系列。这个系列诞生于1980年代初，用上了宝珀发源地一个瑞士的小镇来命名的，亦都是品牌之中最经典的系列。特点在于简洁的线条，俊永优雅的气质。这只表型号6223-2987-55Boy， 技术精湛的自家机芯，动力储存100小时，18K 玫瑰金，37.6mm 标盘，抗磨损蓝宝石水晶镜面。钻石标圈的设计简单得来，又不失高贵大方，适合不同的场合佩戴。喜欢这只表的朋友可以下来分店参观选购，也可以继续留意我们的频道。拜拜。